我讲就是啥物，一条玉女传说，咱甲这个赵半山射落去，看伊这招一出来，还未拍到伊身顶，赵半山这个一代宗师，都已经对耽误这人的功夫咧了解个真透彻啊。所以讲咧，非常简单啊，一只分手一个大的，哎呀，这个耽误咧，险要射出去啊。其实咧，但讲到迄当时，江湖顶天下的太极拳是安怎？可能招数计无常，但是咧，万拳归一路，拳理拢是常的，啊，内北的精髓拢是常的。所以讲咧，差的是啥物？招数无常尔，招数只是表面，看要啥物？你这个人对太极拳这款武术的运用的熟悉，你的功力有够啊无？你的悟性有好啊无？你的经验有好啊无？